Have you sing with all the voices of the mountain? Have you paint with all the colors of the wind? Have you paint with all the colors of the wind? How high can a sycamore grow? If you cut it down, you will never know. You think the only people are people. Thank you. Yeah, that was beautiful. Thank you, bro. I like it. Mahashivratri. Yeah, 早上我们再说啊。对，您今年是多少岁？我今年是65。哇，65真的是，我觉得就是非常能够，我们早上就在说，我们放下所有的 identity 才可以深刻的体验世界。对对对对对对，因为生命是无限的。所以没有限制的。对，那怎么您是怎么样达到这个能够放下自己的身份？就是要就是原谅别人，原谅自己啊，然后敢做敢为，还有就是敢去犯错误，然后从错误中呢去吸取宝贵的经验，智慧，吸取这个智慧，然后呢每天才能够进步。对，然后有智慧呢，每天学了，每个人都有智慧嘛，大大小小的，然后学了别人的智慧呢，每天的我的生活就是心花怒放哟。这真的非常棒的状态，因为其实就像您说的，智慧是要从失败中学习的。第一个来源，智慧的来源就是我们自己的失败，第二个智慧的来源就是从整个世界中每一个人都是老师。我们今天早上有缘相遇，您也是我的老师，可能我也分享了一些对您有启发的，我们互相都可以学习。对对对，英文有一句话就是 We are born on planet Earth to inspire one another. You inspire me, I inspire you. 对，哇，真的是特别美好的分享。您在新加坡生活多久了？新加坡是我的国家。65年。您在新加坡出生的？对对对对。哇，非常久的时间。所以土生土长。您提到您的家人是在以前是在东北，中国的东北。没有，我的爷爷是南方人。南方人啊。但您的中文非常棒。因为家里面以前还是会就是讲。因为我从小我就喜欢听那个中文广播。那个时候的广播没有现在的这些八卦，那就是真正的把好的知识，好的一些智慧都传达出来。其实学习智慧什么来源都可以，什么渠道都可以。对对对对，是的。现在其实信息就像您说的，可能不管是网上还是广播、八卦或者其他的新闻比较多，让人们更难去从很多的噪音里面去找到有价值的信息。对对对对的。Stand up for Singapore, do the best you can. Reach out to your fellow man. You gotta make a stand. Believe in yourself, you have something to share. So show us all that you really care. Be prepared to give a little more. Stand up for Singapore. Thank you. 我觉得非常好的价值观，就是给别人多一些。其实我们就说到了让自己更快乐。您是怎么感受到的？给别人多一些，不期待回报，反而自己更快乐？其实可能是我从小就是与生俱来。然后我妈看到我，是因为家庭有这样环境吗？其实我妈也看到我，好像对别人好，或者跟人家分享东西。他就是物质上跟人家分享东西，给人家好吃的什么什么，好像那个得失之机，他我跟我妈去那个一个公园，然后他的服务很好，然后下车又那个轮椅啊，搬轮椅又折起来，然后是全部都很好，然后我就给他一个小费，我妈看了他就心不舒服。为什么？就觉得浪费吗？我妈她就是这样对，但其实当我们分享一些给别人的时候，我们内心是快乐的。对对对对对，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活着在世上，就是每个人都是兄弟姐妹。嗯，对。其实像我们说，当我们走完这个 Pradesh Karan 以后，然后身上把这个黑色的布放到树上，其实树就是你的一部分。我看到很多人很感动，他用自己的这种 devotion 的力量走了15天，比如说带着一颗椰子，把椰子水在树下打破。我们现在还可以听到椰子打破的声音，然后把椰子水的健康的这种营养给了这棵树，这棵树也可以是你的一部分。对对对。您现在怎么看待生命的意义？哇，非常的灿烂，能够活着，每一刻都是应该是发光发亮的。嗯，为自己为别人一起发光发亮。嗯，你说的每一刻其实是生命中的当下此刻，对，就是最美好的。对，而美好的表现呢，也是我们自己发光发亮，很快乐，同时呢把快乐带给其他人的过程中，我们也很快乐。对对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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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您现在对幸福或者成功是怎么理解的？幸福，哇，这个比较深奥的问题哈。就像我的国家，像新加坡，我的国家的理念就是一个真正的繁荣，就是当你能够促进别人繁荣，以他们的速度去繁荣，然后跟自己的国家一起，全世界的国家一起繁荣，这样才是真正的繁荣。然后能够就是不管一个社会不同的那个阶层的人，富有也好，中等收入也好，低等收入也好，新加坡把它形容成是一艘大船，我们的国家就像是大船，这刚才提的这三个不同等级的人，都是生活在大船里面，所以要这个船前进呢，就是大家要互相的扶持。是的，其实我觉得这就是衡量，我们说到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什么是 civilization？ Civilization 并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更发达、科技更发达，而是体现在每个人都可以追求幸福的权利，每个人可以认识自己、找到自己，每个人都可以过得 happiness 或者 peace， 这些也都是衡量。对对。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准，并不是说经济或者科技不是，而是说这些应该结合起来，这样平衡量。你说是不是某个国家或者某个地域，这都是人类创造的概念。对，其实地球上所有的人都是一体的。其实现今的这个世界呢，就是把物质呢放得太高，所以把物质当成神这样在祈求，在祷告，所以变成说人的精神呢就变成不平衡了，然后人的那个欲望呢也变成乱了，所以我们就是要把钱嘛什么嘛，就要把他们桥，一座桥就是桥，让人家过这个河的桥，然后一条路就是一条路，然后钱也就是把它放在它本来的位置，它需要做的事情，就像鞋子的作用就是让你从 A 走到 B， 车也是帮你去运输。对，其实呢不一样的东西，这个东西本质的作用，就追求它每一个物质本质的作用，并不需要去追求它额外赋予的价值。好像那个很多国家都把经济增长啊什么放得太高，所以他们就是导致他们的很多很多毛病，很多问题出现，人们并不快乐。其实就像是美国有很多地区经济非常的发达，人们收入非常高，但是呢并不快乐。最终受益的呢其实就是资本。那我们想，为什么人类创造的资本的概念会变成这样子呢？其实它某种程度上是资本体现了，或者是它展现了人们内心的欲望。那很多人当他没有意识到原来我的不快乐是来自于我内心的 desire 欲望的时候，他就会以 capital 的形式展示出来。对 对, 对，所以这个定位很重要。英文我把它用这个名词 positioning。你怎样定位？是你的人生，你怎样定位东西？所以一个定位错了呢，你就好像一艘船这样失去了方向。是的，其实人生有的时候不在于走得多快，而是往方向定位很重要，走的方向很重要。对，往健康的快乐的方向走，哪怕慢慢的走也是越来越快乐。往不快的方向走，你跑得再快，会来回头一发现，哇，人生过了那么多，但是一直走错了方向。我想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的，就是回头看人生这么多年，有没有
后悔的，或者是有什么给三四十岁或者是二三十岁的人的建议呢？以前有后悔，嗯，以前有后悔，可是慢慢我突破了，就是我明白了这个，就是不管我们的幸福或者我们的那个灾难，嗯，痛苦，嗯，都是从这个一念 ，one thought。意念创造，好像这个现在在拍我这个相机，嗯，它为什么会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呢？也就是有一个人，他头脑想的，哎，我们可以制造设计出这样的一个相机，嗯，所以意念呢，就是造成一切的，所以那个意念呢，不管它是正能量的、负能量的呢，只是这样意念，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换掉。所以如果我们是现在有很多那个杂念，跟负能量纠缠着，你不要害怕，不用担心，你就让它出来，可是你要注意，就是说你要去当这个负能量出来的时候呢，你要找个风大的地方陪我去流浪。你找个很凉爽的地方，树荫很多的地方，然后这个杂念哦，跟乱的那些思潮哦，它自然会淡化的。然后问题就没有了。然后呢，你还要更重要的就是每一天每一刻啊，我们要注意培养那个正能量的思维。比如说现在我们是站在这个树荫下，可是树荫外面呢那个大太阳非常的热，当我碰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我就说 I am beautiful sunshine， 呀呼。哇，对，其实是我觉得并不是说刻意的去把不喜欢的东西很排斥它，是这样的。我突然领悟了一件事儿，就是说当我们的有东西喜欢有东西不喜欢，喜好越来越多，当你的喜好偏好越来越多的时候，你的人生的道路越来越窄。当你只能站在阴凉地的时候，太阳对你来说就那条路就再也不能选择了。然后呢，当你偏好越来越多的时候，也让我们无法去关注于当下。就像是一个餐厅的例子，我偏好很多，我只想吃高级餐馆，我就没法享受夜市的快乐。我的偏好很多，我就在餐馆里面约会或者跟家人一起吃饭，在这儿评价酒不好，服务生的态度不好，我就无法享受当下。其实呢，我们要放下这些所有的偏好，这样让我们更深的能够体会当下，人生的道路也会越来越宽。这个是你刚才所介绍的，这是其中的一小方面。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从这个负能量的思维改变成正能量的思维，就是要听 Louis Hay 一个美国的师父啊，Positive Affirmation， 我听了他从 YouTube 里面呢八年多，现在还在听。然后当我情绪低落或者觉得情绪被干扰的时候，然后我就开来听。那么就是刚才你听到我讲说，哦，我在太阳底下，我还告诉自己 I am beautiful sunshine。 是的啊，虽然很热很闷，可是我能够把这个正能量拉这个，所以这个一念，要正是要自己去摆出来的，是的，然后自己去纠正它。首先我觉得察觉，您说的就是我特别赞同的，我们所有感受到的快乐痛苦并不来源于我们所处的环境，而就像是说环境可以说哇今天很热不舒服，太阳好晒不舒服，其实真正不舒服的是我们的念头。像您使用了另外一个念头，您就是快乐的。对，那我觉得这样的挑战的第一步是要察觉到自己的念头。如何察觉到自己的念头呢？就是你要关注你自己啊，就是你要就好像我们去看医生这样，中医就是把脉，那西医就有一个听筒，听那个心跳，对，所以我们自己要培养出，就是聆听，好像，哎呀，现在我觉得很不舒服，究竟是哪一个部分不舒服呢？就是那么听这个东西呢，里面的东西呢，也就是萨布鲁所说的这个 inner engineering， 内在工程，那么。讲得更加简单化呢，有别人把它形容成你生命中的小孩。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都有一个小孩，你要听这个小孩的声音，
他在要告诉你什么东西。嗯啊，是，如果我们一直忽视他，一直在意的是别人的观察、别人的感受、社会的期待，我们就一直在忽视内心的小孩的声音。那怎么样能听到那小孩的声音呢？你就是通过你那个不舒服啊，哪里不适啊，然后你就找个地方静下来，就问自己，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对，我觉得特别关键的一个步骤就是静下来。当我们心里面越安静的时候，我们听到的内容越多，我们心里面的声音越嘈杂，然后越被外界的事物所带着走，你越心里面越听不到自己的声音。而且那个环境很重要，你不可以把自己关在冷气房听你，这个很危险。应该到那个大自然，对，凉爽的地方，有树荫的地方，有可以听到海浪的地方，可以吹到海风的地方，可以感受到那个高山的凉风兮兮的地方，这样去静下来。对，这是在合适的地方，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建议。Positive environment will give you will bring out the positive energy. Yeah. 对，其实所谓的什么是 positive 的 environment 呢？有的时候就是最简单的就是大自然，或者说是我们也说到，哎，我们在的环境非常的好，非常的优美，我们也有非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但其实呢，我们来到这儿并不是为了一辈子待在这儿，而是在自然的环境里面去修炼。自己的内心。其实修炼我们内心以后，依然可以回到没有海风的地方，依然可以回到没有大自然、没有这么多树的地方。但是呢，我们锻炼了内心平静的能力，是不是？我每次都寻找，在我每天生活中，我都尽量在我有空的时候，我就去这个有正能量的地方，不管它多远，我都会过去，因为这个是一项投资自己美好的未来，是用自己的时间投资自己的未来。这是我曾经也分享到过非常赞同的一个观念。其实就像是咱们说去波涛汹涌里的大海游泳，其实很有挑战，但是呢，也许那个环境不是适合学习游泳的地方。我们在一个相对平静的小湖里面、小游泳池里面学游泳，这时候更容易去锻炼，更容易去修行。其实在这里学了游泳并不是为了永远只在游泳池里游泳，而是为了我们可以更自如的去大海里游泳。那其实很多，我觉得我们以前的生活很多地方它就是像个波涛汹涌的大海，它不适合去学游泳。所以说就像您说的，找到一个安静的水域，然后呢听听自己的声音，开始学会去观察自己的情绪，随着锻炼的水平越来越高了，再回到一个更复杂的环境，不管是工作的环境，还是人们有更多欲望的环境，更容易去倾听自己的声音。就是要学会有这个正能量的话呢，就是要找正能量的渠道。要分清楚。可是现在很危险，就是那个网际网络，太普遍了，太容易上网了，所以呢，这个大众媒体也太多了，所以呢，五花八门的东西，杂杂的东西呢，要非常小心。可以给这个年轻人、中年人的一个建议，就是去在一个健康的环境里面去修炼自己的智慧，然后具备筛查信息的能力。从生命的长度来说，您会有哪方面的建议？就是比如说对比您可能年轻二三十岁的这些年轻人、中年人们，您会建议他们用自己的人生的时间最宝贵的资产做什么？你这个问题问得太棒了。我就觉得最近我就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就是不管是什么年龄层，一个人，我们都尽量要活出我们的黄金精髓出来。黄金精髓怎么定义呢？你觉得是有一种定义呢，还是每个人要找到自己的黄金精髓？每个人的定义是每个人定出来的。这个就是 Sadhguru 所说的 Not to be a superhuman being but being a human that you can listen to yourself, the child in youAnd then you know yourself well enough, and you find happiness in yourself, and you become super.
对，其实这就是人类最美好的地方，嗯，是我们有这些感受，能够认识自己。其实那位哲学家尼采他就说，认识自己是值得我们花一生的时间去努力的。我们认识自己不是很容易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像遇到了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可能哎挺快的认识，但是认识自己特别难，所以是值得我们花很长的时间不断的去探索。 对，但是当我们一旦认识了自己以后，这是一段非常美的经历，突然就意识到原来所谓的 superhuman 的定义真的就是 realize that being human is super。 对，还有我从小就听华文广播，嗯，然后我听到最入我的心的呢，就是苦尽甘来，苦尽甘来啊，而不是甜，嗯啊，而不是甜的生活，我叫苦尽甘来，嗯，才是真正的美好的生活。这怎么理解？苦尽就是过去的苦发生了吗？就是我们所苦尽就是我们，嗯，会碰到很多很多的各个方面的考验，嗯啊哦，然后呢我们一个个能够去面对它，然后去想方法去怎么样度过 overcome 找到那个答案，嗯，然后去解决它，嗯，然后虽然是一层一层的难，嗯，可是呢到最后呢，因为我们练出了这个法宝，嗯啊，还没有65岁之前呢，我就是在这里，嗯，我碰到一个，我住在这里一个星期的 cottage，嗯嗯，然后要去吃饭的时候呢，就碰到一个 UK 的女士，嗯，一起要走去吃饭，这样就聊起来，嗯，她说她每一天来到 Isha Coimbatore，每一天都是好像一个崭新的一天，嗯，我醒来之后，当隔天的早上，刚好是这里的一个大节日，嗯，叫做 Diwali， 嗯啊，然后我醒来的时候呢。Wow, life is sweet。嗯，我从来我的生命中哦，就是很苦，也有很好，可是没有很甜。这个很甜呢，嗯，就用中文呢，就是我感受到的甘甜。甘甜，您说就苦尽甘来，是甘来而不是甜，嗯，这是怎么样理解的？就是甜的话呢，你加糖就甜了嘛，嗯，就是你没有去付出啊，哦，但甘来更多的是一种由内向外的甜。甘来就是你必须要去面对很多很多的灾难，嗯，或者很多很多的障碍跟，嗯苦痛，嗯，可是到了最后呢，你尝到的那个就是好像你在爬山，嗯，爬山翻过三个山岭，嗯，在大太阳下，嗯，在晚上的那个冷风中，嗯，可是你到达目的地的时候，然后那边你很渴，有好像新疆的哈密瓜，嗯，这么好的土产的东西，嗯，你一咬下去，哇，那种是甘甜，嗯，对。其实当我们觉得这一咬下去的这一口甘甜特别美好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走了这段旅程。对，如果摆在你面前100个大芒果，你天天吃，其实会吃起来越来越不甜。对，嗯，因为我们不懂得感恩感激。是的，那现在刚刚说到回头65岁回头看过去的人生，那如果看未来的人生，像我们小郭瑞也说到死亡，对对对，现在怎么理解死亡？对对对，因为这是很多华人社会并不想要去谈的话题。对，其实我们这个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一定要去面对，嗯，也要去正视他的，是不可以逃避的。我就很幸运，我就因为我20多年我当导游嘛，在新加坡，嗯，然后在新加坡导游又我们40%-50%的工作要带学生，嗯，去进行这个教育educational tour，嗯啊，就是带他们去参观那些有教育意义的那个旅游景点，嗯啊，比如说新加坡缺水怎么样，新加坡怎么样克服这个缺水问题，嗯，新加坡的垃圾问题怎么样克服这个垃圾的问题，使它能够环保，嗯啊，等等等等，哦，还有我们这么小又怎么样能够使它能够有可持续的发展，嗯，哦，越来呢就是越漂亮，嗯，整个城市规划，所以呢因为这样子的话呢，就变成说我已经不知不觉就讲了20年，嗯，然后我就有一天我就哎，这样我的人生我现在是60多岁了，我好像觉得我要长远的规划，嗯，就是把新加坡的这个总规划 Master Plan 50年的叫做 Master Plan，嗯啊，把它纳入我的生命里。
这样怎么是如何体现呢？都要有一个长远的规划啊，你对未来，我们都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可是你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或者有这样一个想法，你就变成说你这艘船的一个船长，我是我这艘船的船长，不然的话呢，有那大风大浪啊，你不是一个船长，你就会乱了，是啊，所以当一个人我觉得有长远的打算，长远的一个方向 planning， 然后你就很自然的你就觉得，哎，我是我这艘船的船长，对，而且我心有成竹，就好像这个 virus， 传遍全世界，差不多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要去打疫苗三次，所以基本上那段三年啊，在新加坡都有两个不同的声音，一个是啊，我已经70岁了，我去打了三针，我还可以跳舞，还可以跑步，我还可以吃得很好。可是另外一方面呢，有些人说，哎呀，我打了，我什么都做不了了啊，或者我的邻居他打了就死了啊，所以我究竟要听谁的呢？可是因为我有长远的规划，所以我心有成竹，我就带着观察，然后呢，那三个疫苗的针呢，我就是最后一批人打的。也就是说，其实我觉得你讲的故事特别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意识到我们自己是船长，如果有风浪，如果有大的风暴，不要去怪那个浪，也不要去怪风暴，因为我们一旦怪我们的环境，我们就觉得自己是受害者，我们就觉得哇，我好惨，我的惨都是因为别人带来的。其实呢，我们感受的惨只存在于我们自己的头脑中，对对对，只有意识到是我们自己作为船长了，对，才会心情更平和，并且找到方向。完全正确，你刚才所形容完全正确。我们的幸福或者我们的悲哀痛苦，全部都是意念造成的。就好像比方，我去年来到这里，然后我的护照3个月，然后我已经住了2个月，然后已经在这里做了1个月的义工，然后我就发现，哎呀，我剩下1个月，我要提早去出境去盖章，然后我才可以延伸我在这里的一个时间，所以我就去了尼泊尔，然后那个时候是12月尾，所以开始冬天，所以我只是像这样的很薄的衣服，薄的衣服跟裤子，然后呢，我去到那边呢，真的像今天的大太阳，虽然是冬天，可是中午呢也是出这样大的太阳，然后可是我的手心都冷，我的脚心也冷，然后呢，我就住在那边的伊莎的朋友的家，他3天，可是我2天呢都感冒，所以昏昏迷迷的，一白天吃也吃不好，然后整天昏迷，就是倒床上，然后我就告诉我自己，哇，原来这个喜马拉雅山脉的冷，冬天的冷，就是这么美丽的冷。是的，我虽然是很痛苦的，我的身体，身体觉得哇好冰冷，但是呢，这个您意识到自己才是船长，只有自己能够决定自己是不是快乐。当我这一念出现的时候，我第3天我就好起来了。哇，其实真的是我们这生病啊，很多的病痛是来自于心理的不健康。我们前天认识了一位曾经在瑞士做 cancer research 的人，然后呢，他也是读了 PhD， 然后在那儿做了很久的研究，就发现其实呢，即使是在人类最顶尖的这些癌症研究机构也无法找到是为什么。于是呢，他换了一个方向，他放下了自己所有的 identity 的身份，去了一家首饰店做收银员。他突然发现他自由了，因为他放下了以前别人对他的期待，他又是博士，然后又是医学研究者，他放下了以后啊，突然觉得自己自由了。自由了以后啊，他又有新的领悟，发现原来其实人们很多的时候细胞的癌变是来自于长期的压力焦虑，也许我们该做的不是去治疗癌症，而是去预防癌症的出现。如果它能够让人们更快乐了，其实也就达到了同样的使命，就是人们没有去得癌症。对对，那然后刚才你也问我关于这个生命的后期，对后面的计划，剩余的人生的计划是什么。我不久以前我就看到了 YouTube 的一个视频，关于这个 iPhone 的创始者，Steve Jobs， 对，
然后我听到里面一段呢，感受很深。嗯，然后他说他十七岁的时候呢 ，Steve Jobs 他在加拿大呢就不懂从哪里跟谁学到了这个理念，就是今天是他最后的一天。嗯，在地球上。是的。然后他每一天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每天呢都在修行这个今天是我最后一天，提醒自己。是啊啊，哦，所以呢，我觉得哎。这个也是一个智慧，是的。所以我每天呢，我都告诉我自己，我今天是我最后一天，嗯，然后呢，我也准备好了去迎接这最后一天，是的，心花怒放的去迎接这最后一天，是的。哇，这是非常美的感受啊！其实真的是，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感受到的就像您说的，是喜悦而不是恐惧。嗯，很多人恐惧，哇，我恐惧接受死亡，是因为心里面不想面对，是因为心里面害怕。害怕的原因是因为后悔，有 regret。那后悔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自己人生还有时间的时候，没有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去度过，于是呢，产生了后悔，于是不想面对死亡。其实真的像您说的，能够开心的面对死亡，这又是值得修行。生跟死呢，就好像，日本一首歌，モラモキ一起打西哟，せめていつやかに我は哭，我は哭哟。而我要形容的就是日升日落，嗯，日升日落呢，就好像我们出世，然后日落就好像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嗯，所以。都是美景来的，嗯，是的啊，哇，这是把人生当作日出日落，就像是一个循环，其实漂亮的走完了，跟我们前两天走的 production 呢也很像。我就意识到，我从这里出发走了一圈，走的路上，哎，我们遇到了不同的人，嗯，我们看到了有黄色的花，有绿色的草，最后回到了原点。我走了一圈以后，回到了我出发的地方。这我认为哇，非常，我觉得这不就是人生吗？我们从出生之前就是不存在，死了以后也是不存在，完全是同样的点。我们一生之中，哎，会遇到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景，但最后又就像是走了这一段路。走这一段路中最美好的就是我观察到了当下每一个当下，风吹每个当下遇到的人，我把时间关注在了当下，而没有说头绪里面总是去想着哇，我过去还有什么烦恼，未来怎么办。这个时候当我们一旦总是在想过去和走未来的时候，我们就恰恰错过了走这一圈最美的环节了。其实刚才你漏了一个，就是，一点，就是好像，其实我们人生来去，我们就是走的时候呢，我们有带东西去的，带着我们的能量，这个能量究竟是正能量还是负能量，就是正能量多的话呢，我们的未来肯定是非常幸福的，而且甘甜，所以我从去年的十一月感觉到在这里一下看吧，都感觉到 life is sweet，然后这个 sweetness 一直缠绵到现在。我规划就是一个月我会在宽巴都这边呢当义工，然后当义工的一个月我就没有时间照顾好我自己，所以我下一个月我就不当义工，我就住在这个宽巴都一下外面的小村庄，每天呢我自己回到这个修行场所来报告，然后做我的瑜伽，然后去做meditation，所以呢我一直在充电，充电，对啊，正能量的地方充电，是的，这样变成说我随时随地呢，我已经准备好今天是我最后一刻，我已经充满了电，就好像你的手机，是的， low battery， 对，你这样走的话你很辛苦，对，可是如果你充的电的地方是负能量的地方，更辛苦，对，是的。但我们内心总是处于一个电量很满的状态的时候，其实就没有恐惧，我觉得这是真的是面对人生。我们就是 Steve Jobs 他还说过，当我们觉得哎呀总是患得患失，觉得走不开呀，还有工作呀，还有房子呀，想一想你会面对死亡，你有一天会死亡，这是一个最有效的工具，就是避免这个思维陷阱，觉得啊我放不下，我还有什么可失去的。其实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失去。那个死亡这两个字在现代的教育课是一种很模糊而且很
被污蔑了。嗯啊，你看日升日落，对，花开花谢，嗯啊，是很美好的的现象来的。是的，人生人死也是很美好的现象来的。对，是。其实都可以是美好的，但是我们一旦把它，我觉得特别是亚洲的文化，一个选择就是我们不谈它，直到年龄很大都是不谈死亡，没有没有，或者呢就把它当作很不好。中国文化，据我本身的肤浅的了解啊，就是以前的中国人哦，他们还没有死之前，那些有钱人哦，已经把棺材买了，放在另外一个房间里，准备要入棺了。对对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的老祖宗的很多圣人啊，老子他们已经为我们准备好说这个人生人死其实是一个自然的东西，不用恐惧，不用害怕，重要就是在我们活的 这段时间啊，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去充电，我们是用手机充电，就是我们现代的代名词，可是以前的人呢，就是你有没有好好的去修行。对啊，你一个人长得帅不帅，长得活得好不好，就是他前世修来的。是，其实这样最终的结果是让我们能够更坦然地面对一切的结果，然后呢，对我们的一生回头看的时候，会觉得哇，这是很美好的一生。好呀，好呀，好，谢谢您的，非常非常感谢啊，谢谢，非常多的智慧。谢谢，谢谢你利用。好，谢谢。Good day, 拜拜。拜拜。